还没开始就很紧张。我换了一个旧的，以前的麦，你看一下会不会比较好？应该没问题的。我先想一下那个是。诶，哦，开门啊！这人到底是干嘛？为什么要帮我开门？他跑去哪里了？我记得这边手会伸出来。他不会打我吧？欸，我还有四个电池，上次是剩那么多吗？哦，我很担心他们打我。不要打我！刚是有人过去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没有？还是我自己看错？他会打我吗？逼了。打我吧！快打我吧！喂！啊！干嘛这样吓人？在做什么？打开了！你这个人是怎样？什么东西？他不是没人吗？会不会打我吧？Science. It's not. They were waiting for us in this place. Billy understood. They've always. 先关门。关门啊！什么声音啊！我的妈！
我要去哪里啊？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干嘛？走过去吧，那个人等一下要过来杀我哎、欸！他死掉了，被挡住啊、哦！哎、欸，等我一下、哦。我觉得有东西弹出来。他现在过来找我，什么 ？Provide a way, follow the blood。有病吗？下水道，下水道，下水道是血，唯一的出口。这个人呢、哦？在干嘛？出来打我吗？妈的，好紧张啊！哦，我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了。我不想过去，关上后面的门。好，所以我先关门了哈。关门。等一下，
我先看是不是走这边。好，不给你走，所以要去这边。所以我要逃是吗？我要逃去哪里啊？哦，逃去这个房间躲起来。好，了解。进去应该打我啊，我没有要进去啊，这个可以躲吗？我觉得他会打我，欸，没有，欸，这么一个大空间，真的躲得了吗？我的妈！我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怎么办啊？走了走了。我觉得我有进步，有没有？要按这个，等一下过来。两个。谢谢谢谢，我就跟你说我可以破完了齁，不相信我。
有光哎、欸，那他进来了。那是开他妈的柜子吗？哇，会太好运的吧？走了没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鬼？啊！哇！啊！怎么？我跟你讲，他开门我就冲出去。哦，你不要再过来。我觉得这边是要跑的吧，要冲去那个通道那边。冲了。